不要跟我讲话，我在处理公事。应该是从第一天储存我的电话开始，直到现在都没换过。喜欢红叶蛋糕的不是我，是 Rebecca。毕业了12年，现在终于比较舒服了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在何瑞芝手机的通讯录里看到了一个取名叫“忘了”的电话。我猜是 Rebecca， 连分手之后都还值得何瑞芝为他重新命名的“忘了”，是他身上的一道疤痕。他永远知道他在，而身为妻子的我，也时时触摸得到。沈庆芬，组长好。你好，我是何瑞芝。难怪，跟你穿一模一样那个，你们生日同一天。你明天穿什么？干嘛管我明天穿什么？就那个新来的沈庆芬，她又跟你穿一模一样。被讨厌过吧？所以你不知道被讨厌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不喜欢甜言蜜语。那为什么从小到大都要被讨厌？所以你不要自私了，好吧？不然我拿去换大一点。没关系，我真的可以。阿姨，你还好吧？好疼。我也需要证明，我不只是你何瑞芝的老婆，我需要我。瑞芝也太久没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了吧？打电话。所以我才说不要随便结婚。因为真的好想，好想要有一个人在旁边，一不小心就变成传说中的坏女人了。